一夜之间，停在家门口的流动酒席用车不翼而飞。总共下来也就是10多万吧，咱们一家人那个都靠他吃饭了。躲在遮阳板后面的神秘老酒，究竟和车主有着怎样的关系？你们俩怀疑的对象？啥也没啦怀疑的。我们调查吧，这个人也比较本分。翻车的偷车贼，晚间800，今晚播出，敬请关注。妈，好香哎！有秘诀吧？长康芝麻油多放一点啊，营养口味都有了，实在是香。长康纯芝麻油，原味原香，绿色长康。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：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、腰疼、腿疼、坐骨神经痛、椎管狭窄、腰椎骨质增生，呵护腰间盘健康，舒筋健腰很重要。人老戏不老，全靠腰腿好。舒筋健腰丸配方砖，药材好，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，强筋骨、屈疼痛。舒筋健腰丸，对的。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，匠心传承400多年了。法治民生，这里是江西最权威的法治节目晚间800，我是郭凯。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看到的这个场景，想必有不少人都参与过。每逢喜事或者是过年过节的时候，很多人家呢都会办这种流水席，以此来答谢前来帮忙的亲朋好友。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的丁师傅是一位厨师，几年前他看到了这个流动包桌的商机，于是置办了一套设备，在村里风风火火地就干了起来。因为为人实诚，所以光顾他生意的老乡也是越来越多。然而就在这一天，邻村一户人家的孩子过生日，丁师傅原本承诺帮忙办一天的流水席，可没想到的是，这一大早起来却遇上了大麻烦，他的车不见了，随之不翼而飞的还有一大车的家当。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起来拿车钥匙过去了，那个车没了。仔细想了一下，昨天晚上我还看到了。这一幕让丁师傅瞬间就傻了眼。就在前一天晚上，自己还拍着胸脯向主家保证，中午12点一定准时开饭。几十桌的饭菜本身就够他和他的伙计忙活的了，可眼下他的车竟然不翼而飞了。本身咱们是做这个流动宴席的，这个车里面装的都是咱们的那个整车的那个棚啦、席具啦，满满的一大车。车是去年买的，掏了4万多，那车里面的棚啦、席乱七八糟下来一个七万多一点，总共下来一个十多万吧。咱们一家人那个都靠他吃饭了。十几万元对于丁师傅一家来说可是他们全部的家当，一夜之间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究竟是有人恶作剧，还是另有隐情呢？我也去那个街上了啥了，又跑着找了一下。昨天断料的时候酱也撤来吗？叔哥什么酱？家里有一堆不给你吃是吧？那个邻居告我说那个有扔下那个钢桶了，又打下的那个玻璃那个碎渣了，已经让那个黄菌扫了，我说肯定是丢了。听了邻居的话，丁师傅一下子就急了，夫妻俩挣钱的家伙说没就没了，这可怎么和老婆交代？再说另一边等着他去办流水席的老乡又该怎么交代呢？缓了缓神之后，丁师傅赶紧给朋友打了个电话。宝儿，怎么有事没？还就别硬塞，还叫过啥的嘞？这不是着急起来，这不是发现个车丢了呀？这能不能去一下报一下了？
安顿好流动宴席的事情，丁师傅这才想起来报案。接到报警电话之后，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公安局的办案民警立即赶到了事发现场。你们俩怀疑的对象？呀，啥也没啦怀疑的，怎么跟谁也没啦，就是有仇了有恨了，吵闹了，没啦这些东西，没啦讲的就是要怀疑人家谁。一方面呢，我们开始调监控；另一方面，我们去找这个受害人，去了解他的一些社会关系，嗯，看看有没有是说熟人作案呀。通过我们调查吧，这个人也比较本分，他没有说一些和别人有什么结仇呀，还是和别人有恩怨呀，去专门去偷他的车去，啊，所以说从这方面我就排除了他这个熟人作案的可能性。丁师傅家位于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的康城镇，这里的常住人口相对较少，丁师傅也奇怪自己的车并不是什么值钱的好车，无非是车里的东西值点钱，如果不是熟人作案，他的车又会被谁盯上呢？现场勘验的时候，脚印的话提取了之后，因为它是街面上，它不是，它没有这些，比如说咱们一些土呀什么的上面好提取，它那些街面上硬化道路上很难提取，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线索。事发现场没有给警方留下任何有价值的线索，想要快速破案，帮助丁师傅挽回损失，民警暂时只能把精力全部放在监控视频的排查上。但是说困难在哪儿呢？就是他这个大监控嘛，有的地方拍不到，只能是用这些家户呀、饭店呀、酒店这些街面的监控，能看见街面的。四组人，两个人一组开始调监控，一个一个调，一个一个等他过来。现在咱们情报上，监控调到孝义方向，咱们再看一下。啊，是这个，对，这个方向。嗯，应该是远光过来那个，我们看一下那个灯，我们把它记一下。这个时间点路过了，在那个孝义方向有个桥下，桥下边这个车是上来。监控视频中能够清晰地看到一辆大车缓缓驶过，经丁师傅辨认，视频中的这辆车正是自家丢失的那辆厢式货车。民警通过静止画面发现，这辆车的驾驶位和副驾驶位分别坐着一个人。那么这两个人是谁？他们又会把车开到哪儿去呢？被盗车辆驶进山沟，警方排查困难重重。你看那个身形，觉得不熟悉？不熟悉，不认识。偷车贼有备而来，警方怀疑嫌疑人有前科。这个嫌疑人吧，他这个路比较熟悉，他应该是常住的地方。四天三夜不懈追击，受害人最终能否挽回损失？嫌疑人偷了这个车，他唯一的出路肯定要出现。翻车的偷车贼，晚间八零零正在讲述。四组民警从事发地向外辐射，分别对沿途的所有监控进行一一调取，大家一帧一帧的监看视频画面，最终通过几个小时的不懈努力，终于找到了丁师傅丢失车辆的行驶轨迹。然而这个时候啊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。车辆一路逃跑的过程中，主驾和副驾把遮阳板放下来，根本看不清主驾副驾的这两个人的清晰的面部特征。警方怀疑这两个人很有可能是在刻意躲避监控，于是民警立即找到丁师傅，对二人进行辨认。那两个男的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你看那个身形，我不觉得不熟悉。不熟悉，不认识。随后警方加大警力，对该车的行驶轨迹进行严密摸排。然而车辆在整个行驶过程中，驾驶人和乘车人都十分警觉，两人始终都用遮阳板遮住面部，而除此之外，他们选择路线也很偏僻。我们途中民警根据案发现场的情况梳理思路，嫌疑人偷了这个车，他要出，他一般不可能在我们交口本地去进行销赃或者是使用，他唯一的出路肯定要出现。与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紧邻的有汾西、隰县，还有临石、孝义。此时民警有些担心，偷车贼一旦驾车驶出了县城，道路可谓四通八达，等到这个时候再想追回被盗车辆，
可就真的是大海捞针了。一路追到温泉，又陷入难题了。进入温泉以后，他没有走大路，他钻沟。这不是进了沟以后，这个困难就出现在这里面了。交口这方面，这地方的山比较大，山高林茂，而且路又多，又崎岖，怎么办呢？被盗车辆驶进一处山沟之后，警方对监控视频的追踪被迫中断。山沟里小路纵横，容易隐蔽，偷车贼又会选择哪条路线呢？为了避免跟丢，办案民警并没有贸然进山，而是在所有出山口设卡拦车进行检查。那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嫌疑人吧，他这个路比较熟悉，他应该是常住的地，常住在这片，因为一般人不会走小路，不会也不知道那边有小路，所以说以前他肯定有这个嫌疑吧，只能说有这个嫌疑。前科啊，或者他对这个盗窃车辆比较熟悉，也有可能是犯法。分析到这儿，一路民警开始对有过犯罪前科的盗窃人员进行一一排查。与此同时，警方一边在卡口布控，一边继续对沿途监控进行跟踪。王平，你看一下他那天晚上到了这个孝义方向的时间是几点？你看一下。到了孝义应该是3:05吧。这个地方咱们跟丢了，跟丢的情况下，他出来只有两个路，一个这边是到了柳玩矿区，这边是山路也可以到柳玩矿，他最后落脚点有可能就在这个柳玩矿区里。最后来我们找到一个柳玩矿里边有个这个村吧，也相当于是，然后我们调监控跟到他那儿之后，他把车停在一个饭店门口，他是停下车以后，两个人停的车，一个人走了，一个人回家了，正好咱的监控能拍到他家里，我们就确定了，肯定没问题，这肯定是在这个院里，啊，我们当时一组织人，我说这个案子能破了，赶紧进，就把他人再跑了。警方跟踪到的这处院子一共住着4户人家，据了解，这4户全部是租户，并且均是外来务工人员。随后，民警首先对他们进行了挨个比对。进去之后，一看，因为他当时戴了个帽子，那个帽子就在桌上放，然后他戴了，对他戴眼镜，基本上和这个我们监控里边看到的人的步伐呀，他的特征都差不多，偏瘦的。然后一问。我们盘问了一下一些人，你去过没有？他承认了，他说去过。当时去了康城之后还有什么？除了你们三个？就我们三个，没有其他人。当时他们俩回来之后是谁开的车？老九。他们俩回来？不知道吗？他们俩。他不交代，这个人不交代，他说三个人去的，但是说他不交代那俩人在哪。从犯罪嫌疑人赵某口中，警方听到了一个名字，老九。然而对于老九这个人，赵某始终坚称他并不了解。至于另一个同伙的个人信息以及被盗车辆的去向，犯罪嫌疑人赵某也是一问三不知。那么这个老九究竟是谁？眼下又身在何处？这对于案件的侦破就变得至关重要了。随后，警方利用一切手段对老九及其同伙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。很快，老九及其同伙便陆续到案了。在我们最后找到老九的时候，没想到他是主犯。经调查，涉及该偷车案的3名犯罪嫌疑人均来自四川，在山西省吕梁市交口县务工多年，其中老九多次因涉嫌盗窃锒铛入狱。说的是150不等。2、4，2，差不多。15，差不多1.5。不让带来给吃东西。带过来。用手自首。你偷俺的刀子自首了。是不是俺刀子了？是的，对的。这买了多少钱了？260。260块钱。你老老实实，是那些东西给你拿出来。你借了在哪？忘了。我在桶子里了。桶里有么多忘了？这地图应该是我，车已经被他割成灰铁了。
好多那个铁了啥了都被他给搅烂了。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：久坐久站容易引发腰椎间盘突出、腰疼、腿疼、坐骨神经痛、椎管狭窄、腰椎骨质增生。呵护腰间盘健康，舒筋健腰很重要。人老戏不老，全靠腰腿好。舒筋健腰丸配方砖，药材好，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，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、腿疼、腰膝酸痛，强筋骨、屈疼痛。舒筋健腰丸，对的。广州白云山陈李济国粹中药，匠心传承400多年了。经过警方4天3夜的不懈努力，这起盗窃案成功告破。犯罪嫌疑人老九等3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刑事拘留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盗窃机动车价值经鉴定为10万以上不足50万的车辆，属于金额巨大，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盗窃50万以上的机动车属于数额特别巨大，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，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。老九等3人可能将面临3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更多内容请关注法案直击，打开抖音 APP 扫描屏幕二维码关注法案直击，或者在微信上搜索江西二套晚间800视频号。你还可以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客户端下载，无论是电视大屏还是手机小屏，晚间800就在您的身边。你见过怎样的江西红？红是信仰与传承，理想与信念的星火在这里燎原。红是高挂的国徽，闪耀公平与正义的光芒。红是胸前的法徽，使命在肩，重若千钧。红是一片初心，司法为民是承诺，更是践行。红是一腔热血，雷霆出击，执行亮剑。江西法院更续红色血脉，践行初心使命，在步履不停中，在法锤起落间，奋进新征程，展现新作为。江西广播电视台融媒联动，聚焦法院红，每周一晚8点，落锤有声。